iPhone 回收送礼券 ，4S 最高2700。啊，数数手指，全日仲有11日，真正 iPhone 5就会现真身噶啦，系时候要做足准备啦。啊，准备乜？卖贵咗你部旧机咯。Apple 算好噶啦，推出旧机回收计划，64G 4S 回收个价最高近2700港纸，有花嘅就会少49。如果有裂痕或者损毁嘅，就得翻唔够49啦。32G 同16G 个价都有2000多蚊噶，啊，之但系 iPhone 4个价咧就低好多啦，只得1000多蚊啫。有兴趣嘅机主只需要上网填个表，苹果审批完啦，就会寄出 coupon 噶啦，可以用嚟买新 iPhone 或者其他苹果产品。啊，只不过咧，大家都见到呢单系国际新闻噶啦。的回收计划目前只限美国地区嘅啫，香港人都系等等不甩。